第一次約會應該去咩地方好呢？我覺得應該去睇戲。我覺得應該是去啲浪漫啲嘅地方，即係譬如帶佢去我細個第一次去嘅嗰個公園啊，裏邊有啲嘢發生過嘅，咁可以傾下偈啊嘛。哇！即係女仔諗法，我就覺得應該帶佢睇戲，因為大家唔知講咩噶嘛，唔知講咩，同你睇戲，睇完戲咪講套戲咯，咁咪有嘢講咯。